全卖完了 ，Richmond America 的这个位置。Turn right onto West Fairfield Road。这个礼拜犹他的雪特别多，每天下雪，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下雪最多的一个礼拜了。In a quarter mile, turn left onto North Foothill Boulevard. Hello, 视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的名字叫王文，我是生活在犹他州的房产经纪。大家新年好，牛年好。然后今天呢，我是受一组那个加州朋友的委托过来帮他们看一套房子，他们要求是小区环境好，然后呢我给他找到了这一套呢，是价格比较中位数的吧。那么我们去样板房看一下，希望他们会喜欢。OK, this is face south, is the one that's available. Oh, available. So the living room face south. Yeah, correct. Okay, so that's the Aspen floor plan. And it's 2,100 finished square feet, 3,000 total. So that's the one for 550. 550. Yeah. Perfect. Some upgrades already? It's just like this. The upgrades are really similar to what you see here. PVC laminate floors, 9-foot ceilings, quartz countertops. Okay, perfect.Someone going to take a video, please. 剩下这个的话就是中学的位置，然后在它的左边的话就是那个远一点的楼，那个 building 的话就是高中，很近，离这个房子就几条街的位置吧，很近。我先来带你们从正门看一下这房子情况。叶先生、胡太太，所以说这套房子我们看这样板房，你们要造好的那一套呢，跟这个是一样大，3000尺，55万。所有的升级都包括了。那它一共是4房3卫，我们进去看一下。Upgrades 都好了，它这个位置非常好，它是在里海小硅谷周边地带。一进门地方呢，先进门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比较宽敞的一个走道。这边还可以给你换鞋子、换衣服这样子的。然后这里就是个 closet， 它一楼呢是一厅、厨房、客厅 family room 加个卫生间，这就是半个卫生间的位置。然后你那套房子的话呢，这边是 office 是没有的，就没有 office， 其他都一样，也是两个车库。这是楼上的区域，楼上呢是4个房间，2个卫生间，我们稍后看。这里是通往地下室，地下室呢是 unfinished， 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打造成一个一厅一房一卫。这里呢就是个大开间了，厨房、餐厅的区域，餐厅还有个外面还有个小阳台露台，非常大，我们看一下。然后这里就是 family room， 然后你们这个价格呢已经包含所有升级，柜子就是 white cabinet， 很漂亮，然后也是这种大理石的台面，颜色可能会有点差别，但是它搭配的应该是会比较好看，不会特别突兀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做菜的这个区域，非常的台面非常的宽敞，可以足够备料，灶台、烤箱、洗碗机，这就是一个 pantry room。 pantry room 不是很大，但其实放一些吃的，平时的一些那些东西也够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它的格局。那它这个楼梯呢是有转角的，走个6-7格可以停一下。看到这边有个大的窗，采光特别好。这就是二楼，二楼的右手边呢是一个主卧，左手边呢有3个房间，一个洗衣房，一个卫生间。那你们那套要造好的房子呢，这边是没有 loft 了。我们先去主卧看一下，非常宽敞的主卧，
里面就是步入式的卫生间，放毛巾的地方，双台盆，浴缸，卫生间非常亮，有窗，这是一个非常宽敞非常大的一个，它是加大的淋浴房，然后里面马桶的位置，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哺乳室的衣帽间了，那就是主卧的格局。主卧出来以后呢，在右手边会是一个客卧，这是第一个客卧，然后在客卧的旁边呢，就是一个 share 的一个 guest bathroom， 洗手台面非常宽敞，然后里面马桶、浴缸、shower 和浴缸一起，有窗。然后这个卫生间的对面呢，是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洗衣房，有窗的，非常亮，它每个房间都有窗。这边呢又是第二个客卧，然后这客卧旁边还有第三个客卧，这旁边这里是一个哺乳室，也可以算作为一个衣帽间，也可以把放毯子放毛巾的，这是第三个客卧。那这套房子的格局呢，基本这套房子的格局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啊，所有的卧室呢都是在二楼的，它这个价位现在是在犹他算比较中位数嘛，我觉得也算中位偏低了，它价格越来越高了，所以说你们的价位在60万的话，我是觉得你们买新房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新的二手房，那么不用去考虑太旧的，因为太旧的房子毕竟你花了这么多钱了，买了一个70年代的房子，我个人觉得不太值得。当然了，取决于你们，那你们如果说要学区好的话，一定要住那几个区的话，是你们自己考虑吧，决定。但是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不太值得花50多万买一个非常旧的房子，到时候过两年下水道又坏掉了，有很多的问题。他这个学校也非常好，学区非常好，学校也非常方便。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就在马路对面，就在马路对面，很方便，非常方便，校车也会到这个学区，学校也很好。所以说你们买房子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这房子的新旧程度，花了这些钱值不值得。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废话太多了啊，就是说那个有点废话太多，你们可能心中是自己非常清楚要买学区房，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是站在客户的角度为你们着想的话，我是觉得这样子的房子的话性价比高，同样的价位可以住新房，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它的 warranty 有2年，好吗？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房子，如果喜欢的话呢，4月份就可以 moving ready 的，非常适合你们，到时候孩子读书也可以衔接上，可以考虑。但是这套房子不会在市场上待很久，他们周末来看房人特别多，如果喜欢的话呢，尽早做决定好吗？你们这套房子呢不在主干道上，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看到那边的很远的地方看到吗？那个是靠主干道那个地方，但是你们这房子还是非常远，对，它这边还会造一点，闹中取静， location 非常好，出租也非常好，附近有大公司啊， IT 公司，很多公司，非常容易出租的，投资回报率相当高，毕竟你这个价位在嘛，我觉得这套房子是值得考虑的。那刚刚跟那个 listing agent 在聊，他就告诉我说现在这个房子他们每出一块地又是要加钱了，也谈到另外一个开发商，另外一个开发商的情况呢是每个礼拜加5000块钱，所以你看这个市场很 crazy， 你们自己考虑吧好吗？自己决定，如果想要的话那就快点做决定，如果不想的话那也没关系，我们再看下一套。那现在带大家来看这套房子呢，它的开发商叫 Richmond America Homes， 对，然后51万3起始价，
但是不是这个 plan， 这个已经没有了。我们进去看一下样板房吧。对它的设计啊，房间的 layout 有一些灵感。这个是车库，以后的车库的位置。那么它现在作为那个 sales 的这个 office， 我们先从车库的门进去。那我左手边呢是进来的地方，进门处。这里是半个卫生间，都 upgrade 很漂亮。大理石台面，白的柜子，然后这整个墙都贴的墙纸。啊，这个走道上去就是有一个转角的楼梯到二楼，一楼的格局就是厅、厨房加卫生间的格局了。那我左手边呢，它是地下室，这里呢是这是一个衣帽间，那这边就是个非常大开间，很漂亮，漂亮吗？白色的柜子非常流行，这种颜色的台面很好看。那种有点灰灰咖灰的，淡咖灰的。托牌也装好了，样板房。我前面听这个 agent 说啊，他说这套房子有 buyer's agent， 他是个样板房嘛，他们准备出售了，75万，他们开发商都不同意。所以说现在这个 crazy， 看这个大的落地门，长桌可以容纳8到10个人就餐，灯。古典的欧式的灯，大开间的厅，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吧。房间的话都是在二楼。哦，他这里做两个烤箱，都 upgrades。去二楼看一下，这里呢也有个窗，非常亮，上面有3个床。一上来呢就步入眼帘的呢就是一个开放的 loft， 可非常适合小孩在这边写作业啊、玩耍啊、社交的一个 场所。那在右边的呢会有几个卧室，加上客卫，加上那个洗衣房。我们去左手边的话是主卧，很漂亮的主卧的卫生间，双台盆 ，upgrade 是方的台盆，灯，然后这个消耗容特别大。我们看一下多夸张这个消耗容，这里进去很深，2个喷淋头都是窗，马桶的位置里面就 walking closets， 这就是主卧的格局。那我们现在去客卧。样板房非常好，喜欢的是它那种小的配件非常好看，比如说灯啊，这怎么说 ？Nightstand， 中文怎么说？对，灯。然后它有一些绿植，床上装那种装饰的这种画挂着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看的，构成它吸引的一部分吧。Loft。然后这个走道也非常宽，我们看这里。非常大的一个洗衣房，它这边里面做了一个洗手台盆，可以洗洗东西，有柜子。这里呢也是一个储藏的 closet， 放毛巾的地方。那洗衣房旁边呢就是一个客卫了，它这里呢也非常做了一个台盆，非常高的一个台盆，双台盆，这个 upgrade 的这个龙头灯。然后放了点绿植，摆饰品。这里非常大的一个客卧，客卫旁边呢，左边右边呢就分别是2个房间了，2个客卧。Walking closet。那他这套房型呢，市场上已经没有了。他接下去还有个 lot 要造的，是2800多尺、2900尺的。513,000的起始价，还有一块地了，没有了，这一片呢已经全卖完了。现在真的买房，我昨天还跟中国的朋友在聊美国的房市，他们说都要竞价，有感觉像在拍卖的感觉，确实是感觉买房子有点像拍卖的，看谁的价格高了。现在，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了，就看你对这个房子的决心有多想要这套房子，会取决于到时候。
有多大可能性可以拿到这套房子吧。那这个样板房呢，它地下室已经给你全部的造好了，我们看一下地下室的情况以及它的那个装修的风格。进来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厅，家庭厅，然后呢它这里有一个卧室，这里有个卫生间，它这边就是打造一卧一卫吧，一卧一卫的格局比较简单。这里面呢是啊设备间，这个也设备间哦， IT 房有线。好了，这套房子的情况就这样子了。那么如果说你们有兴趣，最近有计划买房的话，千万不要等了，抓紧了，利率有上调的迹象了，好吗？抓紧联系我。今天视频到这里了，大家拜拜，下期见。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请订阅并点赞与转发。